Hi, hello, sir. How are you? Fine. Long hair. Yeah.領會啊！領會嗰陣
阿上市啊，民建聯同埋工聯會發動咗成萬人，話要殺咗我啊，話我阻住大家發達，而家係乜嘢啊？仲有啊，呢、這個民建聯寫雷曼嗰件事已經頂癮啦喎，初頭話唔好查喎，跟住政府全包宴喎，今日廿一號，你記住投佢一票，講多無謂，最緊要係實際，我哋寫喺民建。基層打工仔做嘢，議會內外都係為基層嘅權利做嘢，有民主有人權，有民主先至有救，所以我請大家係埋嚟攞份啊競選報睇下，派俾你嗰啲就係噶啦，你攞份嚟睇下，睇完先講。不過我話俾你聽，你記住我長哥嘅金句，你上個 YouTube 就睇到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標頭寫民聯，食窮民建聯，各位。你好，我是黃毓民，這個是我們的選舉單張，是不是希望你21號記得投票支持我們1號的鬼城，好嗎？哦，好啊。啊 你知道有你手選舉通知了，這個鬼城傑，是嗎？好嗎？請你投票禮拜日記得，好嗎？下個禮拜日，下個禮拜日21號。哦，多謝你啊。不用，多謝。去選那個區議會補選，因為原本那個區議員被人拉了坐監，因為突了個位出來。咁我哋就同民建聯選，即係一對一，咁所以希望你哋幫幫手，得，一定做，下廿一號啊，呢個月，即係下個禮拜日，即係我哋個個去都得㗎。父親節，唔係你要你登記咗做選民先得，喺邊度登記啊？登記咗㗎啦，你哋登記咗㗎啦，你哋，你哋攞個身份證就去投翻票㗎啦。好，唔該曬，仔女辛苦佢。係好啊，係 OK。拜拜，等等先，等等。呢位係鬼師傑，我哋提一提你下個禮拜日咧，去投票，因為有個位補選，你哋收到啲選舉通知㗎啦，好嘛？請你支持我哋一號，啊，好嘛？多謝曬，多謝。